嗨嗨。再见了，你躲躲了。再见。有，还有个包包拢在这边，哎，我也不知啦。那我想要看。起来了，好，给老弟。今天都还没有看到你在拍照，太光了，所以的光啊，太辛苦了，还没光，喜欢叫大爪大爪，不，叫人红毛仔，你叫人家。有女儿了是不是？你先看一下照，我先看一下照片好不好？好，是这样哈。我的名字还记得吗？查理。非常棒，非常棒哈。不过通常明天早上起来问，还记得吗？还是那个什么？还有这个时间要看好啊。然后呢，那个刚才就有人问我这个我是哪里人？我是首尔人啊，我是这个穿衣服啊。我是穿衣服，好像有什么去唱的，好像我。晚上这里很好美哦。
虾，我这样。炒年糕，然后又加了那个炒年糕的蘑菇，然后在那个炒年糕的这些呢，就是可以品尝一下这个火腿肠的炒年糕了。那个外卖。啊，对对对，你看我们的客人，这个一点都不辣，一个没有拐角。啊，没有。啊，这个是稍微辣一点的，这个你就如果品尝。看一下这转圈都是卖一样的，那样主要是烤饼最多了，然后是炒年糕这两个。
我们停车的那个地方，停车场以外的那个道路边又排了两排啊。还好我们的司机啊都是经验丰富，至少都是八年度。这个司机我第三过了还是闪，上完了还是闪，对不对？全是闪，没有很少有能看到平地的那样的地方。然后盖房子都是盖在那个山谷里面，这样的比较多哈。这样的情况，所以啊，我们的77%，它的信号，还有更多的是跟这个显示屏啊，用的质量其实不太一样，所以它这个显示度、显现度啊，可以更好一下。大部分都认为说，三星企业掌握了我们韩国的这个30%以上的这个证据，这样子。三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，因为。汉江把我们这个首尔市啊分成两部分哈、啊，所以有个叫通常叫江南江北的哈、啊，然后有呢是Thank you.
酸盐巴。对对对对。不能困难。不过皮都是你打的呀。当年我要修，冻掉。我问我使加几滴，你师傅我搁食一个。下面的那个几个符号吗？那就是我们中国来走一下哈，然后我再太阳底下照。然后周围再看一下。Thank you.
鸡就喝咖啡了为主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三清洞，然后简单看就是那个以前叫这个不叫首尔地方，那离他最近的那些一品大员、二品大员，这些人应该都住哪里啊？都应该住在他的周围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北村这个地方啊，以前是。哦，여기입니다저쪽에그약국있는데가들릴게요那直接上去哈。那我们这个呢，很陡的啊，要上。加油加油！他绝对保护那里哈。加油嘛！加油嘛！加油！加油吧！慢慢上啊。先不说，我等到三点。对了，放着放着，放着。我那结婚呢，那个电还没弄呢。一百多个就好了。哦。这还有计算公式的啊，嗯，转个弯就到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哦。弯色的，你呢？都是。Hello， 你们带路的，带到带错的。那我们自己的修。你想到这个多久？我知道呢。这个。这个地方住的是那个。对，那他有。就是那个。然后呢，我们。
算了。哎呀，你这还逗着我？那豆沙卤酱肉啊，那个面线。这个我们要爱，啊，司机嘛，你行没行？我们要爱。所有今天这厝啊，够济啊，顶啊，够美丽啦，够美丽啦。看到的那个汉江了，所有的汉江了啊。
汉家竹筒啤酒店，然后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我体验过那个传统服饰啊，那个是比较漂亮，因为有粉红色呀，有这样子，不过像华客。啊，你阿伯上讲的我也行。谢谢嘞。
因为也有一些这个简单，也有简单的烦恼了。就比如说呢，就比如说船，我们发音叫什么？哎，然后我们这个是昨天有一个哥哥说，这个给他削了一个这么大一个梨啊。
挖起来，然后就这样。所以它有这个木，所以这个南怡岛就变成了南怡区了。所以需要背你吗？需要背你？不用基本上没有了吧？后面还有一些人，还有一些人啊。慢走，水哦。这个露营啊。啊，这是露营啊。
这个，现在节目的是有你了，你当总经理啊，看那边啊。我都没戴口。他们当阿米达。
不知道。不啦，会当坐一下。大都爱种，可能就爱选人，还爱分别。啊，我林青霞啦。
도록 밝게 빛나는 세상을 마음껏 축복하자. 도리엔 티저스 베이글 라이라.
凤凰啊，以前的话我们那个都是龙象征的最高权威，在我们这个以后开始呢，现在是那个凤凰是最高权威了。中国一个。等到你到里面以后，青瓦台都是用地了哈。所以下面凤凰下面是地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们这是这个有权威的。然后这个区域啊，后面那个区域就是那个青瓦台的区域，后再后面就是北岳山了。我有没有看过？那朋友 ，OK， 一二三，进去。好不好？不是。旁边有个塔尖，有看到吗？我还带个伞旅游，我头一次。我每次带团的时候，就中间要下雨，
我不在船的那一天就下雨，然后我又在船的几天。那边还有风刮大树哈。来来来
全程有人播，每一个小时都有人帮我播，是不是？